等一下再把那边搞一下哈。那个，我先过去看一下他们搞得怎么样。等一下，陈工。什么事？我工资呢？两个月都没给我发。你工资我寄回去给你母亲了。为什么？我这么大人了，我自己管不了钱吗？为什么？你心里难道没有一点数吗？为什么？你说你以前每个月给家里寄1000，现在为什么不寄了？你忘了自己有个母亲了？你去我家了？我以前回去啊，顺便看阿姨。你变了，我现在觉得你良心被狗吃了。关你什么事啊？我自己的事不用你管。你看看你自己，一个打工仔，用两个月工资买一个手机，我都使用诺基亚。上班穿西装，来城市混了两个月，就以为自己人模狗样了哈。去人家大老板，胡吃海喝。你还记不记得我带你进城那天，你是怎么给我说的啊？儿子回你出门，你好听你什么话，好好挣钱啊！这样过年我居然能挣几万多了。你说你母亲60多了，一个人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，他容易吗？他你现在这种做法，你对得起他吗？啊，大哥，我错了，以后我一定好好上班，好好对我妈。门前老树长新芽，院里枯木又开花，半生存了好多花，藏进了满头白发。记忆中的小脚丫，肉嘟嘟的小嘴巴，一生把爱交给他，只为那一声爸妈。妈，钱我给你打回来了，你好好保重身体。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，时间都去哪儿了？还没好好看看你，眼睛就花了。柴米油盐半辈子，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。